刘总，好手段，好魄力。在刘小姐面前，老牛我自愧不如。咱们两家再这样斗下去，那也是两败俱伤。咱们何不强强联手？我在风华绝代给你留一个总经理的位置。牛总谬赞了，来吧，我来带你。行。行。哟，现在以牛总的身份来亲自上厕所，这话说的什么？我说你一个窝囊废，连一个公司都管理不好。刘总，你当初如何在舞会上羞辱我，就应该知道有今天啊！有才啊！对了，顺道我也帮你。你反倒省心了啊！没了风华绝代，我以后可怎么办？怎么，我们小霸天这是要打退堂鼓了？姐，我不是怕刘有才，那些做生意的门道真的搞不定。小霸天，你是真的觉得没了风华绝代，我们刘氏就撑不下去了吗？我已经约了金茂集团和邵总谈合作。慢慢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真的假的，姐？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还有一晚上没睡好。那你就好好休息，别闹了。姐还要去见赵总呢。嗯，走了。拜拜，姐。怎么了，二姐？怎么一天都没说话？你之前可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以我对牛有才的了解，他吃了亏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觉得大姐有危险，那我们快去救大姐啊！还是小孩子脾气。赵总，那就祝咱们合作愉快。别急呀、啊，赵总。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有更好的合作。哦，若闻其详。刘明天，你来做什么？他刚才给你开的条件，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再给你加三成。小刘总，你把我搞糊涂了，你们两个不是一家人吗？哎呦，我给你开出来的价码可是春风集团给你的。刘明天，你居然勾结牛有才。哈哈哈哈，话不能说的这么难听，这怎么能是勾结呢？啊，我们这是合作，合作。赵总，我们春风集团的诚意如何？是啊，赵总，如果我还没有记错的话，赵总还有8000万的材料现在堆在仓库里。而苏家迟迟没有给你钱，供应何时？赵总是打算把这些材料烂在仓库里吗？还是让季赵总多多美言几句？原来是你搞的鬼！好，我答应刘总长。好，识时务，去带赵总签合同。我和刘小姐还有生意要谈。赵总，行吗？赵总，对，刘小姐，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，来来来。刘小，子飞。最近刘氏的日子可不好过吧？不用牛董您费心，您没别的事儿了吧？那我先失陪了。子飞，坐坐坐坐。子飞，我对你可是一见倾心。这样吧，
你答应嫁给我，我一定对你好。刘氏的问题，我不会坐视不管的。我要是不愿意呢？哎呀，刘小姐如果真的不同意，牛某我也不强人所难。来，喝了这杯酒，咱们俩还是生意场上的朋友。来，干！子飞，子飞，你就从了我吧，子飞，我求你了，子飞，我求你了，你就从了我，子飞，走开，子飞，工作去，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来，给我喝，干什么？给我喝，你干什么？刘才，你找死啊！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怎么办？没事，二姐在后面。二丫头也来了，杀他！头发没少吧？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们别老围着我转，说的我没事儿。不过这次的事儿给咱们提了个醒，要小心牛有才的报复。特别是你大爷，你踢了他的腿，他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你。我就是的，这两天就别出门了。不如让小茹过来住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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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好什么好呀？要听人家小茹的意思。太好了！哎，天哪，我自己提吧。小茹，你想住哪个屋？要不然你住我对面吧，这样出门就能看见，好不好、啊？这是你家，你来安排。小茹，在吗？小茹。二姐，你别无声无息的出现在我面前，这老人吓得吓死人。我警告你，小茹刚住进来。你可不能骚扰他！你这天天……哎，早啊，天哥，昨晚没休息好吗？还别提了，大姐和二姐他们……二姐陪大姐去公司了，让我交代你，好好待家里，别乱跑。去公司？去公司好啊，去公司再过二十天。哎，去！谁要跟你过二十天？赶紧洗漱去，脏死了。哎哎，对了，天哥，刘妈说有人要送你一个玩具，我已经检查过，没有问题。这是皮皮。怎么，天哥？皮皮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当初你见到皮皮的时候就很奇怪，后来又一直让人给他送生活用品。我想起来了，那天在小吃店，皮皮叫你爸爸。皮皮该不会是你的私生子吧？你这小脑子整天想什么呢？要是生孩子是跟你生。什么时候了还没个正形？我只是觉得皮皮可怜，就算他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，对吗？要不我们去跟大姐和二姐说。现在刘氏正是最关键的时候，我不想再去打扰他。我现在就去找皮皮。哎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别，别去，我觉得会很危险。那我更不能让你自己一个人去了。哎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别，别去，我觉得会很危险。那我更不能让你自己一个人去了。是谁派你们来的？哥，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？天哥，那边又有车来了。小茹，我们走，你坐后座，去把锁甩给他们。人呢？这边。他们的车你也敢撞？你不要命了？能要我命的人还没生出来。确定了幕后凶手是谁？谁啊？刘有才，因为只有他这么大的商品。阿西吧。他是谁？你认识他吗？天哥，你怎么了？
陈萌萌啊，是我和黄广进的女儿。你养了十年的女儿不是你的。天哪，你怎么了？我说的不是我，你信吗？天哥，你怎么说胡话呀？你是不是把脑袋撞坏了呀？我没有说胡话。陈哥，如果我不是刘家的大少，你会怎么看？你说，你是谁？我叫陈一峰，是个穷人家的孩子，曾经当过兵，是龙神战队的特种兵。退伍后，我和一个女人结了婚，但结局，婚后我们生了一个孩子，我起名叫陈萌萌，姓是皮皮。有一次我带皮皮去医院，我发现我的血液跟他不匹配，我就拿着样本去做 DNA 检测。我知道，现在你是我的天哥。精彩啊，精彩！连我都被感动了。是你，我看你往哪里跑？让大家去屋外，那就宽敞。楼底下等。走。看来我们还真是有人，不打一架是不行了。单挑还是一起上？单挑就单挑，你为了怕你啊？给我上，弄死他！等等，你还有什么遗言？放他走，我们好好打一场。你不走我就不走。都死到临头了还轻易撵你，愣着干嘛？给我打呀。他们都让你打倒了，你以为？没事吧？你走。你不能走。难道你就不管高林和皮皮的死活了吗？他们在哪？把手拿开，不然你永远都见不到皮皮。放手。他们在哪？小心，是黑龙堂的人。不该带你。不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很开心。跑呀、啊！咋不跑了？你刚才不是很张狂吗？这会儿咋尿了？啊！老子我有的是钱，有的是钱。你也不打听打听，这是啥地方啊？这是老四的地方。老子随便花点钱就能找上收拾你的人。那发皮蛋，老子给他弟弟。皮皮，如果你想要皮皮，就给老子跪下。给我跪下！跪下！大哥，大夫，你跪！我现在就弄死他！今天我不杀你，老子要打断你的腿，打断你的胳膊，老子要让刘子飞跪下来求我。至于这个小妞，弟兄们都懂的啊。口林呢？口林呢？你是要皮皮呢，还是要那个女儿？你咋口林怎么了？他呀，早搬走了，现在在我酒吧呢。我觉得他伺候我那么卖力，我就把他放在我的酒吧，专门伺候我一个人。废了你，不交流霸天。这么一说。你跟这娘们儿也玩过，我劝你玩玩就得了。这个娘们儿连她的女儿都能抛弃。哎，我听说她把她的那个老公也害死，你想看跟她那个死鬼老正宫一个下场。刘才，杀了你。你死到临头了还嘴这么硬，你小子有种。刘霸天，你的确很强，可惜你得罪了牛董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。好大的口气啊。猛虎堂的人，你是祝可心？你现在告诉我你要杀谁，告诉我你要杀谁。刘霸天是牛董出了十个亿让我们堂主杀了他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。你以为你能杀了刘霸天？你如果杀了他，那岂不是我保护不周了？什么？你们猛虎堂的人要保护我？你现在赶紧滚！我告诉你，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回去告诉你们堂主，有什么事儿我猛虎堂担着。滚！等等，高林人在哪？我们根本没动他。牛总说的都是真的，是他自己放上牛总。滚！不要让我再看到你，信不信狗腿？等等我。可能这个家就这么完了。你死了，
但有人活不来了。陈一峰还是刘霸天？天哥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死了的人终究是死了，不管你以前是谁，我只知道你现在是天哥。对，我现在就是刘霸天。我有两个对我默默付出的姐姐，还有一个如此爱我的你，我还有什么呢？霸天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对不起，姐姐没有照顾好你。二丫头，立刻组织资金，将牛氏集团所有公司拿下，即便拼上我们整个刘家，我要让牛有才付出应有的代价。一个牛有才嘛，何必让你这么大动干戈？再说咱们小霸天也没吃亏嘛，也伤人家好多人呢。你打架了？让让姐看看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有没有受伤啊？我没事儿。其实二姐早就知道我能干。二丫头，你也带他打架啦？哎呀，好了，这样的小霸天啊，才算个真男人。你还想让他一整天泡在脂粉堆里呀？男女有别，男女有别。哎呀，霸天，他是你三姐重用。三姐。